月二九到十月初，伫咱客家这个所在去举行。啊，今年报名队伍264队，超棒啊！去年报名210队，结果来180队。啊，所以今年呢，若拢总来的时候，今年的队伍比去年吼加84队，将近吼要超过1半这个数目。啊，所以今年的球场吼无啥大，所以除了咱东阳国小、学甲国中、个学甲国小以外呢，咱个特别叫曾文龙宫迄个所在，到八大堂个容纳下去，表示咱今年的盛况空前吼。啊，像主要是因为去年的登革热，互真侪朋友对待人就发惊，啊，要甲大家转台湾的朋友讲，登革热没有问题吼，我们接受了许多的挑战。包括今年东南亚拢是两倍成长，啊，咱今年呢境外人数，咱台南市嘛是去年的2倍。啊，第一点呢，今年的雨水比去年较侪，搁一个台风就要来啦吼。啊，所以这两个，第三是去年登革热两件，理论上是应该有真侪倒落来到今年，但是今年的防治非常成功，所以要甲咱全台湾的朋友讲，台南客家地区，来台南市每一区。绝对都无问题啦，所以这所在欢迎大家来吃。今年这个三天，大家二十、二九、三十、三十日到十月初，啊，咱特别为着安尼呢，咱今年12月29日艺术节区，你这个所在，这十月九开始这个化妆杯比赛，都是12月29也是咱客家三百余节这个重要的活动啦，我知影你应该了解是整个迄个主题是七个环节三百。啊，咱上单是12月29，同时像咱副市长讲的，要让咱的选手来拍这二九拍排球了，搁有一个小切菜，所以咱伫客家之际讲，下暝7点半有办一个艺术进区，为了舞剧团来要表演。这个舞剧团会使讲哦，会讲以咱台湾来讲足有出名啊。哦，啊，咱这回咱这个市长咱另外就特别挑选这个剧团哦。哦，拢是咱台湾上出名、上迄个啊，欢迎大家，啊嘛欢迎咱迄个所有民众，啊嘛啊咱迄个请咱迄个国科长甲咱迄个选手吼，啊选到一个迄面，咱办这个活动啦吼，啊，互因来加油，有宾主持，主办的感觉。